家好，我是看人先看脸的柔仔，今天来聊一聊前段时间大火的国民初恋新晋直男杀手。没错，就是这位央视女记者王冰冰。如果让你给她的颜值打个分，你会打几分呢？宝宝们总说我每次进入主题太慢，我这不是想多和宝宝们唠会儿嗑吗？行，这次咱们就不铺垫了，直接来啊。先来聊聊王冰冰的硬件，循例先说五官啊。王冰冰的五官量感呢，整体偏小，但不松散，不局促，是淡颜系的长相，没有大美人的气势和精致，但是却有着小美女的温柔和可爱，眉峰眉弓都平缓，眉眼间距不近，具有女性的柔美气息，细长眼不大却有神，眼角尖尖，但眼尾呢微微下垂，锐度和钝感各占一半，鼻子呀是决定她面部高度的重要因素。王冰冰这张圆钝又不太立体的脸上，居然长了个精致的小翘鼻，妙啊！山根不算塌，正面看呢微微有点朝天，但是和其他的五官啊非常适配，有一丝娇憨，唇瓣饱满，唇峰唇角清晰，大嘴厚唇和她的宽下颌很搭。接着呀是面部结构，短宽构架，棱角不明显，幼态脸的标配，中庭偏长，增加了智力感和成熟度。哎，但依旧没有觉得她攻击力很强，对不对？因为她的鼻子长得实在是妙啊。宝宝们都知道啊，中庭长短和鼻背长度有很大的关系。王冰冰妙就妙在啊，她的中庭虽长，但是山根起点低加鼻头翘，视觉上就拉短了长中庭观感，妙啊。By the way， 山根起点决定了中庭比例，人中和鼻部的比例关系，甚至可以改变整体的风格。中庭偏长的宝宝呀，可以通过降低原始的山根起点，增加甜美感和少女感。快记下来，这都是重点。哎，有没有人想看换头装教的呀？有的打有，人多了我开课啊。咱们接着讲啊，侧面看呢，王冰冰的下颌角拐点偏低，有钝感，这也是憨感的来源之一。讲到这儿呢，有没有 get 到为什么她不惊艳却看起来很舒服呢？因为搭配的好呀，这边有 bug， 那边补上了。哼，美从来都不是孤立、静止、片面。而且呀，王冰冰的面部结构还让她的美有了丰富的层次感，她的基本颜值底色是唇，哎，老天爷真的很会耶，不仅给了她清纯娇憨，又赋予了她一丝疏离和成熟，不笑的时候呢细看有一种沉着的距离感。为啥呢？答案就是她的面中庭苹果肌比较靠下，这两个特征如果同时存在的话，很容易营造出有主见的苦情感。顺便说一句啊，面中平，脸上肉又多，脂肪型脸的姐妹，由于颧骨对软组织的支撑力不够，所以要早早注意看网了啊。说了这么多，可以发现啊，虽然王冰冰一直被说是幼态脸，甜美温柔有亲和力，容易激起直男保护欲的初恋款，但她的五官中的锐度和结构上的比例也说明了王冰冰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高甜长相，而是甜美加知性倔强。我个人认为啊，同意的宝宝扣一，鼓励一下啊。再来聊聊软件，有一说一啊，忽略王冰冰面中平、眼睛小这些不符合主流审美的硬件 bug， 笑起来是真的好看呀。有多少帖子是被她的笑颜融化的？有你吗？王冰冰被誉为新晋直男杀手，大部分呢要归功于她的感染力极强的元气笑容。她一笑啊，不仅仅是直男，我都跟着笑了好吗？面部线条柔润，苹果肌自然饱满，颊廊优秀，大小适中，笑起来呀，眼周和面中肌肉群异常协调。要知道啊，眼周、面中这两大类掌管笑容和绝大多数表情的肌肉，如果和谐，基本上就奠定了一个人的动态美的根基。王冰冰啊，虽然不是持量行凶的人间大杀器，也不是可甜可撒的超级潜力股，但她的那种邻家初恋氛围真的是原产自带的，美的天然无公害，不娇柔造作，是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的亲和力小美人款。果然好看的人都上交给国家了吗？把好看打在公屏上。早期的王冰冰啊，其实没有现在出名，也没有现在吸睛迷人，真的是要怪妆发了呀，完全淹没了这张脸。当年的她呢，直接素颜上镜，常年出外景，晒的那就一个黑呀，皮肤没有光泽，没有打理过的发型呢，再被风一吹，整个人吧就显得有些土气。再看看现在，颜值是蹭蹭蹭的 up， 妆发跟上了呢，精致度就上来了。简直就是知性和甜美并存，难怪被说是国民初恋了。如果外貌是加分项啊，王冰冰能进央视，拼的还是业务能力。颜值飞升了，职业素养却一点没掉线，一如既往的专业，大鱼大雪呀。
风吹日晒的，啥天气都能淡定的播报，也能一口气完成近五分钟的介绍视频，全程走位自如。说他没下点功夫，我还真的不信啊。所以呢，一开始很多人喜欢他是始于颜值，后来纷纷转为了事业粉。牛啊！不过呢，有人 get 不到他，我也能理解，毕竟没有女明星那么惊艳，那么大杀四方。王冰冰又不是吃 idol 演员这口饭的，也不需要时刻形象管理。本柔仔可是在一众不知名女演员里面，美商算比较高的了。哎呀，我说句公道话，普通人里能扛得住央视照妖镜的能有几个呀？铁汁们，就现在，美颜通通关掉，打开你的原始相机前置，品品自己最接近原生颜值的亚质。 get 到乌力现实版西施惠冰冰子的美了吗？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看人先看脸的81线女人柔仔，下期见，拜拜。